今天晚上是我们首先一致的聚会。所以呢，我会分享关于一致的信息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地方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我们打开圣经啊，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八章1-4节，找到我们一起先读一遍啊。来，预备开始。来，预备开始。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今天晚上首先医治的聚会啊，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下了山啊，他本来在山上呢讲道，五六七啊，是耶稣讲道登山宝训啊。那他讲好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下了山，下了山就干什么？跟我说，下了山就医治。下山，阿门。哎，你发现耶稣啊，1/3的时间都在医治，啊，1/3的时间，你研究四福音，你会发现耶稣在会堂里面医治病人，是不是？还有呢，耶稣在家里面医治病人，对不对？耶稣还在山上医治病人。耶稣还在旷野里面医治病人，耶稣还在海边上医治病人，是不是？耶稣还在路上也医治病人，你看走到哪里耶稣都医治。所以弟兄姐妹，这就让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来不仅要赦免人的罪，也要怎样医治人的病。阿们。所以不要认为信耶稣光光灵魂得救上天堂，身体不重要，不要这么认为啊。耶稣从来没有这么认为。弟兄姐妹，耶稣不但赦免你的罪，赦免了之后耶稣就关心你身体的健康啊，这非常重要，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创造美好的生活。不然的话，赚再多的钱有没有意思啊？浑身插满管子，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是不是？而且主耶稣需要的是什么？有一个人，他是健康的，才能更好的为他传福音做见证。任何一个老板都知道自己手下的员工只有健康才能更好的工作。如果他的员工天天生病，能不能更好的工作啊？不行啊，是不是？所以他只有健康，跟我说健康。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认识到第一件事，信耶稣第一件事就是罪得赦免。第二件事就是什么？第二件事就是必得医治。阿们。这两样事情一解决，其他的都好办。对你身边的家人说，其他的都好办。阿们吗？赦免，身体都医治了，那你其他的那不就是哗哗的来了吗？钱也来了，是不是？房子也来了，车子也来了，人也来了，喜乐平安什么都来了，人生的价值都来了。阿们吗？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关于属天意志，这对每一个人是神的儿女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是今天在世界上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得胜的生活。阿们。如果一个人老是被疾病攻击，那他这个生活很软弱很失败。你去看圣经，无论是耶稣、使徒彼得、使徒保罗、使徒约翰、耶稣的这些使徒们，还有这些属灵的人，没有一个是被疾病攻击而死的。你也发现被神使用的那些属灵的人，大能的神国的勇士，没有一个是被疾病攻击而死的。他们都是怎样？都是完成使命，都是完成使命，完成使命。阿门，阿门。践踏魔鬼，践踏疾病，知道吗？胜过魔鬼，胜过疾病。他们回天家的话，要么是平平安安的回天家。跟我说平平安安回天家。平平安安回天家。阿门吗？要么他们为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阿门。死都不怕，为主耶稣看福音做见证，就像保罗他们这样的人。所以我今天我在这个路上。跟一个同工在交通，他送我，他很开心，他今天送我，我就叫他交通去。这个同工啊，他是很有意思。当我们交通的时候，他就很得释放。我说，其实耶稣啊，特别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感受不到的。如果你真的把心门打开了，能感受到了，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忧虑。阿门。不是恩典不够用。而是恩典根本没有动，知道不知道？我们都在靠自己了，我们在接受这些啊各种各样的思想意念、世界上的别人的，我们活在人的眼光里面、别人的定义里面、别人的评价里面，我们从来不想想耶稣怎么看我的，耶稣给我预备的是什么？你看，耶稣的恩典都放在一边，是不是？我们都是为别人活。是不是为家人活，为这个老师活，为这个朋友活，为这个其他的同事活，都是活在人的眼光里面，所以你会发现特别累，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今天开始，弟兄姐妹，你只看耶稣的，你会发现耶稣的恩典充满你的时候，平安充满你的时候，这一切充满你的时候，你会活得超级蒙福，开心，你发自内心的开心喜乐。这个时候别人就是怎样，就看你，他就在你身上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就是耶稣。阿们。你越跟别人比，越跟他学，人家看你越不如他。当你越跟耶稣，越领受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条路没信耶稣的人都没走过，信耶稣不明白真理的人他也不会走，而你信耶稣呢，你明白真理了，你走这条路。跟我说走这条路，走这条路，这条路是什么路？有圣的路，圣洁的路。这条路就是得胜的路，知道吗？就是荣耀的路，阿们，蒙福的路，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所以你看，当耶稣下了山的时候，许多人跟着他，然后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跟我说，大麻风，大麻风，你看不是小麻风哦。是不是？是大麻风哦！你不要认为你生了病有多大多严重，你知道大麻风是什么病？啊？大麻风不得医治的。对，大麻风在旧约律法之下是不得医治的。对。他头上长疮，脚下疗脓，浑身都烂透的。他是真的住在营外的，就是不能和人群接触的。如果他来到人面前的话，他老远就要说不洁净啊，不洁净哦。他必须得这样说，为什么？不然的话，他来了，人家一看到他来了，就会怎样？拉石头打死他。你说他有没有家人爱他呀？没有的，谁爱他？有没有他亲人去拥抱他、触摸他呀？谁敢拥抱、触摸他？都说他大麻风，大麻风。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大麻风，他活在律法之下，他被人人定罪的。记住，说他是大麻风，其实就是给他定罪，明白吗？说他是大麻风，并不能解决大麻风，
他有理，说他有罪并不能解决他有罪，一天到晚说他有问题也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哪里能解决？耶稣能解决。哎，你今天晚上考完这件事情，回答问题这么笨，是不是？耶稣能解决啊，世界上都是无解的，宗教没办法解决，人也没办法解决，医生也没办法解决。弟兄姐妹，只有谁能解决？耶稣能解决。阿门。所以他就怎样？他就来找耶稣了，他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是不是？这是谁的祷告？这是大麻风的祷告。这个大麻风的祷告是什么祷告？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你看看他的祷告，坚定不坚定呢？有没有信心呢？让我告诉你，一点信心也没有。为什么？首先他肯定是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但是他不知道耶稣愿不愿意医治他，是不是？所以你今天很多人，你的祷告跟大麻风很像啊，发现没有？你们都在说主啊，求你医治。哎，找求医治的人举手，我看一下。现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求神医治的？哎，求神医治的有没有？好，主啊，你若愿意，你求你医治我，是不是？我们经常这样祷告，然后祷告半天没医治，主啊，是不是时间没有到？主啊，你医治时间没有到，我要等候你。我们得给主找个台阶下，是不是？给主找个台阶下，因为求半天主没医治嘛。那主也没面子的，所以他给他找个台阶下，主的时间还没到啊，是不是？时间还没到，一直时间没到，所以我们还需要怎么样？还需要等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不要把大麻风的祷告再在你这儿学了，不要再学大麻风的祷告了。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阿门。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耶稣不但愿意医治他，不但有能力医治他，还愿意医治他，愿意不但愿意医治他，还触摸他。跟我说触摸他。谁敢触摸大麻风？一触摸就被感染了，怎么办？你看，叫你出去祷告，很多人去祷告，叫他给这个按手，给他按手，他都不敢祷告。他说：“哟，不能祷告，不能祷告。一祷告，他的不好的东西跑到我身上来，怎么办？是不是？不洁净的东西跑到我身上来了，怎么办？仇敌攻击我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在这里你要看到，耶稣伸手摸他，跟我说：“伸手摸他。”伸手摸他。把手伸出来。阿门。把手伸出来，跟我说：“耶稣伸手摸他。”耶稣伸手摸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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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耶稣也要伸手摸你。今天摸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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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相信不相信？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清楚的知道，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心，透过耶稣伸手一摸，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心。我透过你的行为，我能看到你的心，阿们吗？透过你说的话，我能看到你的心，所以耶稣伸手一摸，我们就知道耶稣的心呢、今天晚上你一吃这丰盛的饭菜，你就知道谁的心，美珍的心呢？美珍呢？雪珍呢？啊，雪珍是的，是不是？他慷慨日味丰富的晚餐，阿妹，哎，是不是？所以你托，要是他给你弄一个馒头，再弄一杯开水，不是当然吃吗？可是你看到他的什么心？这小气鬼，是不是？是不是？你心里面岂不是这么小气？这看到他的心是小气的。但是幸好我们喜珍姐妹没有弄一个馒头弄一杯开水，是不是？
他弄一种扬州大众风神的饭菜，我们吃的开心不开心？开心开心。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他的心啊，透过他做的，是不是？不是看你说什么，看你做什么嘛。阿妹，你说的再多没用，我你一做我就知道你心到底是咋样的。耶稣就是这样，阿妹。哎，你说主啊，你若肯求你几个人，耶稣怎么做？耶稣不但肯，他还伸手摸他，阿妹。他一摸，然后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完全有能力，一句话就解决问题，是不是？完全的有能力，一句话就说：“你洁净了吧？”我肯定洁净了。但是你会发现，耶稣不但说话，耶稣还伸手摸他。阿门。你要知道，这一个大麻风是一个怎样？多少年的时间没有人摸他了？谁拥抱他？谁触摸他？他的妻子不触摸他的，他的孩子也不会拥抱他，家人也不会拥抱他，亲人朋友不会拥抱他，任何人见到他都远远的躲着他。大麻风，大麻风，不洁净，不洁净，是不是？是不是？谁拥抱他？谁触摸他？所以你要知道，他不仅身体的层面上是大麻风这样的疾病来攻击他身体层面，最重要你看到他是什么？一个多么孤独的灵魂，是不是？多么受伤害，多么孤独的，多么寂寞的，多么没有人爱的一个灵魂。我有天看到一个姐妹，我们在那里服侍，那姐妹没人爱，但是她很好，知道不知道？她也愿意烧饭，也愿意洗碗，也愿意做工作，也愿意上班，干什么都愿意，但是没有人爱。她的丈夫不爱她，她孩子不爱她，她爸爸妈妈也不爱她，她的同事什么人都不爱她，都把她当什么？都把她当神经病。那天我们坐在那里，我们几个人都坐在那里，她也坐在我们当中，然后她就讲话，啪啪啪啪的讲，然后我们边上有一两个人，她就不愿意听，我说没事，让她讲。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听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我看的是一个孤独的灵魂。我看的是他需要爱，需要表达，他需要倾诉，没人听他说话，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说我需要听你讲话，阿门。所以我就听他讲，他就哗哗哗讲讲讲讲，我就还鼓励他欣赏，听啊。很多的时候，其实人没问题。或者是偶尔有一点小问题，然后我们身边的人一下子就把那小问题扩大化，用这个小问题彻底把它定义了，说他有问题，说他有神经病，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家里亲人朋友同事就像一面一面的墙，知道吗？把他怎样完全禁锢在里面，他根本没有表达的权利，说话没问题。弟兄姐妹，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得释放？看到没有？让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没问题，你要是天天说他有问题，他总有一天会有问题，明不明白？他没病，你天天说他有病；他没精神病，你天天说他有精神病。你天天说，天天说，谎言说一千遍，他就接受了，他自然而然就会把这个东西接受进来。哦，我有问题啊。然后，当你不断的这样说，不断的说，弟兄姐妹，这绝对是魔鬼的手段。你们明白？魔鬼就是要把这一个本来没问题的，它变成一个有问题的。然后呢，如果这个人有一点问题，你还是不断的看他的问题，说他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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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罪，有罪，有病，有病，大大不断的说，能解决问题吗？能解决他的问题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想过没有？你越说他有问题，没问题的变成有问题，你越说他有问题，小问题变成大问题，越说他有病，没病变成有病，越说他有病，
小病变成大病，越说他有罪，没罪变得有罪，越说他有罪，小罪变成大罪。为什么？你的眼光把他彻底的定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人不明白真理的话，他是没办法突破的。让我告诉你，真正能使他得释放的，能使他得有出路的，就是从耶稣而来的方案。阿们。耶稣而来的方案没问题的，绝对没问题。阿们。有问题的，也没问题。跟我说，没问题。明白？那你说他有问题？没问题。有问题，耶稣给他挖走了。阿们吗？有罪是吧？罪是不是问题？是。耶稣说赦了，小子，你的罪赦了。阿们。有病是吧？有大麻风是吧？耶稣说洁净了。阿们。是不是解决他的问题？罪是问题，耶稣赦他的病；病是问题，耶稣医治他的病。所以有问题，耶稣解决他的问题，耶稣开始定义他没问题。整个世界的系统都是说没问题人有问题，说有问题人有更大问题。只有耶稣的系统，耶稣的设置是解决一切问题。阿们。是人完全的得释放得自由。你知道一个人真正的释放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吗？不仅仅是身体层面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体得医治得释放很好，其实我们一个人真正的得释放得自由是我们的内心，是我们的灵魂。阿们。只有你的灵魂真正的自由了，你的身体就不会受任何的辖制。如果你的灵魂不自由，你老是被各种负面思想定义，各种忧虑惧怕辖制，各种疾病和罪，你就担心惧怕它，你里面被捆绑被扒住被纠结，没有出路没有方案，你不可能真正得释放得自由的。看到没有？所以耶稣解决的是根本问题。阿们。耶稣伸手触摸他，触摸的不仅仅是他的身体。弟兄姐妹，我看到的是耶稣触摸的是他的灵魂。阿们。耶稣向他表达的是爱。哈利路亚。我们可以很机械式的为一个人祷告，耶稣医治你，耶稣释放你，我们没有爱，也不能使他真正得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冷冰冰的给你祷告，父，你说认为得医治，父，你认为得释放，你里面真的爱他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真正的得释放是他里面能感受到你的爱，他不仅身体层面得释放，身体灵魂层面也得释放。阿门。你去拥抱他，你跟他祷告好以后拥抱他。阿门。你跟他祷告好以后陪伴他，你听他说话，你倾诉，听他对你的倾诉。哈利路亚。你用爱的话语、恩典的话语、信心的话语来定义他的生命。阿门。阿门。是不是使他的心重新的被恢复？哈利路亚。当他的心重新的被恢复了，他的里面刚强了，里面有信心有力量了，一切都翻转。跟我说，一切都翻转。一切都翻转。阿们吧。阿们。所以这个今天晚上很重要啊，让我们学会像耶稣这样的触摸他。阿们。爱他们，拥抱他们，触摸他们。哈利路亚。好不好？所以你看到的是耶稣伸手摸他。你必须要知道，在律法之下没有人敢触摸大麻风的，因为触摸大麻风他就会被感染，而且他也不敢触摸大麻风，是不是？但是当耶稣来了，你会发现耶稣触摸大麻风，大麻风就不能传染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有爱，耶稣有权柄，耶稣有恩膏。阿们。
亲的，只要你里面有耶稣的爱，有耶稣的权柄，有耶稣的恩膏，任何不洁净的污秽的都不能传染你，都不能传染你，而且你还能使他得洁净得释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其实现代社会很多的人灵魂都是孤独的，真的，灵魂都是孤独的，灵魂都是忧伤的，受压制的。所以属天医治不仅要为他身体层面上来医治祷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恢复他，使他的心重新被建造。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当他的心被温暖了，心被爱了，心重新被建造了，他心里面开始有力量强大了。弟兄姐妹，当他的心从过去的那些伤害，那些错误的定义，是不是啊，那些人的这些贬低，人的这些羞辱，从这些里面得到释放的时候，他知道原来还是有人爱我的啊，是不是，原来还是有人关心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还是我还是神所爱的，这个时候他就会得释放的。阿门。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样，我们要真的是看到一个人，当他在说话的时候，特别是他渴望说话的时候，是因为他是一个灵魂需要表达。阿门。灵魂需要表达，灵魂需要爱。再跟我一起说，耶稣伸手摸他。耶稣伸手摸他。阿门。所以耶稣伸手摸他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耶稣爱的表达。阿门。所以不要认为耶稣肯不肯医治你，不要求耶稣愿不愿意，问耶稣愿不愿意医治你。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每一个宝贝的孩子，我们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是丰盛的，绝对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行动，伸手触摸他，我们就要清楚地知道耶稣愿意医治，耶稣肯医治，现在就医治。阿们。耶稣不但医治还要释放。阿们。不但医治他的身体，还要使他灵魂上这一切的捆绑，一切的枷锁，一切的锁链全都离开，全都得释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个长大麻风的，他的大麻风立刻就解禁了。那今天怎么应用这些经文，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你需要得医治，需要健康，必须要清楚知道耶稣都给你预备好了。阿门吗？虽然透过这里耶稣伸手摸他，我们就要清楚地知道耶稣非常愿意医治。那今天我们要清楚知道，哎，耶稣既然非常愿意医治，我就不用再求了，我要相信。跟我说，我要相信。阿们。既然耶稣非常愿意医治，那么今天我们更要清楚地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的边伤付了代价，对不对？健康医治，医治我们的疾病，付了边伤的代价。我们看一个地方的经文啊，好，我们一起来看这里的圣经，马太福音27章啊，好，我们看这个27章的27节到31节啊，先看一下这里的经文。二十七章二十七节到31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预备开始。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对，马太福音27章啊，27节到31节。我为什么要读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就是要让弟兄姐妹知道，耶稣为我们受了羞辱啊，为我们受了羞辱。耶稣为我们受了羞辱。你看，巡抚的兵呢、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前营的兵都聚集在那里。然后接下来就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接下来就用荆棘编着冠冕戴在他头上。我们知道荆棘是因为当人犯罪以后啊，地受了咒诅，是不是长出荆棘来？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荆棘编着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其实耶稣是承受这个咒诅。荆棘这个咒诅啊，他被这个羞辱。一个王要穿王袍，要戴冠冕，但耶稣戴的什么冠冕？荆棘的冠冕，是不是？接下来他们就戏弄他，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戏弄他，是不是？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穿了袍子。脱了袍子，仍穿上了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好，这里我们看到怎么戏弄的，脱他的衣服，对不对？穿这个朱红色的袍子，戴荆棘冠冕戴在他头上。跟我说荆棘冠冕，是不是？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王。”说话是不是戏弄他？然后呢，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这些都是一幅一幅的，就像画面一样。你会看到耶稣被他们羞辱。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耶稣为我们带了荆棘的冠冕，今天你带的是救恩的头盔。跟我说，救恩的头盔。阿门。你看《以弗所书》第6章，我是救恩的头盔，对不对？你想不想要保护你的大脑？你要知道，打仗的时候头非常重要，心脏非常重要，是不是？我们神的儿女，很多的时候我们被仇敌攻击，我们还不知道。比如说那些忧虑啊、担心啊、惧怕呀、压力呀，这些东西会进到你的里面、头脑里面去。有的人就想到一个地步，想来想去，想到头发都白了；想来想去，想到晚上都睡不着觉，失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但今天晚上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耶稣为你头戴了荆棘的冠冕。所以所有的咒诅、忧虑、压力、失眠、晚上的噩梦，比如晚上睡不着觉的、做噩梦的，涉及到你的头部被敌人攻击的、头痛头晕的，这些这一切的负面思想意念攻击你大脑的，奉耶稣的名都是非法的。阿们。从今天晚上开始，绝对不要再接受。阿们吗？耶稣已经为你头戴荆棘的冠冕，今天我们每一个身上，你头上戴的是救恩的头盔。跟我说，救恩的头盔。哈利路亚。这个救恩的头盔就是保护你的思想的，保护你的头脑的。你的头是有救恩的，是有保护的，是有保护的，也就是说是有耶稣的平安的来保护的。
耶稣的救恩来保护的。阿们。好，怎么应用？听着啊，你要相信你是被神爱的，因为耶稣带着荆棘的冠冕，你就不用再带荆棘冠冕了，明白吗？荆棘就像刺扎他头上，痛不痛？痛。晚上头上带个刺能睡得着吗？睡不着，是不是？白天头上带个刺扎个刺，你能开心吗？不开心。所以那些忧虑那些东西就像刺一样扎着你，不舒服不开心也睡不着。奉耶稣的名，今天你不用再带了，跟我说不用再带了，不用再带了。这是荆棘一扎在耶稣头上的时候，就把代替你这一切的这些想要影响你大脑底层面的这些仇敌的这些思想啊、忧虑啊，甚至晚上的这些失眠啊，奉耶稣的名都不属于你的，耶稣都为你代替了。怎么应用？就是你有救恩的头盔，跟我说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那救恩的头盔怎么应用呢？不是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说主啊，我戴上救恩的头盔，一觉睡到天亮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主啊，我戴上救恩的头盔啊，一天都开心了。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应用的。救恩的头盔就是你要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一切的忧虑，阿们，一切的压力，一切的重担，一切一切的忧愁烦恼，耶稣全都担当了。所以你看，耶稣受鞭伤我得医治，耶稣受刑罚我得平安，是不是？这个鞭伤得医治是身体层面，刑罚得医治，你会发现怎么样？其实就是魂的层面，就是你思想层面、情绪的层面上是平安的，哈利路亚。所以，当你知道我身体灵有救恩、灵重生，魂的层面上我被耶稣是不是得拯救，我是平安的；身体层面上被耶稣受鞭伤，我得医治，我是怎样？我是健康的。接下来你就怎样应用？比如说，疾病进来，你就要抵挡它。阿们，忧虑进来就要抵挡它，然后你就要相信和宣告，我是平安的。跟我说，我是平安的。听着啊，耶稣戴了荆棘的冠冕，今天我戴救恩的头盔。阿们。那戴救恩头盔怎么用呢？就是开始相信，开始接受，我是平安的，我是喜乐的。层面上被压制啊，真可怜呐、啊！基督信的好可怜呐、啊，整天担心神不爱他，神不喜悦他，神不要他，是不是、啊？整天担心自己犯罪了，神是不是要管教他，用鞭子抽他，要用疾病给他写功课了？整天担心这，担心这，害怕、忧郁，前怕狼，后怕虎，中间还怕小老鼠，像老鼠的害怕，整天忧虑的不得了啊！弟兄姐妹，听着。其实这种压制比身体层面压制还厉害，这种压制实际上可身体层面上就出现疾病问题，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些层面上他是没办法抵挡的。我们就像怎样，就像门窗都打开，让这些忧虑啊、惧怕呀、担心啊这些东西哗哗哗哗哗的天天进来住到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不知道抵挡，我们都接受了，所以我们被这些东西吓着。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说，奉耶稣的名，不再接受了。因为耶稣为我头戴荆棘的冠冕呐、我今天我的头、我的思想是被保护的，是有救恩的。我不要再被这些任何的负面的思想。
使我得医治，受刑罚，受刑罚，使我得平安，使我得平安。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愿意救我，愿意救我，愿意释放我，愿意释放。荆棘冠冕，耶稣头戴荆棘冠冕，活化在我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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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幅图画一样，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得清清楚楚，耶稣的头，耶稣的头，被荆棘的冠冕，被荆棘的冠冕扎上，扎上，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我戴救恩的头盔。现在显明了啊！好，我们再看最后一节的经文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24节啊，好，找到这里的经文，彼得前书的第二章2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预备开始。啊，预备开始。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阿门。看啊，他被挂在木头上，他是谁呀？耶稣被挂在木头上，啊，
这些担当了？耶稣，耶稣，耶稣担当了。阿门吗？阿门。然后你今天有没有罪啊？没有。对，耶稣都担当了，你就没罪了。耶稣都担当了，你还担当干啥？对不对？你还说你有罪，就是你担当啊？你担当了，耶稣不是白担当吗？是不是？想过没有？对。哎，耶稣担当了你的罪，你就没罪了。跟我说没罪了。没有罪。无罪一身轻的。他们天天都开心的，是不是？不要整天罪罪罪罪罪罪的。关于罪已经担当了，阿们已经洗净赦免了，你已经被赦免了，这问题已经解决了，耶稣说你没罪了，你的罪他都担当了，是不是？是，很厉害啊，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啊。耶稣看到这摊子说，看到摊子的时候，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跟我说赦了，是不是赦了？对，这个摊子是不是有罪？我问你有没有罪？对，有没有罪？要没罪，耶稣又在这赦他吗？多此一举，是不是？是，这是有罪，耶稣才赦他。所以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就是这个有罪的，耶稣赦了他的罪，他又成了没罪的了。有问题的，耶稣说：“问题解决了。”他还有问题没有？没有。没问题。耶稣说拿起炉子起来回家了，本来是摊子人家抬过来的，叫他拿炉子回家，是不是解决问题了？本来有病的，耶稣说拿起炉子回家吧，还有没有病？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所有人思想都要这样的改变。阿门。再也不要对着问题说问题了，跟我说对着问题说担当了我们的罪啊！你看，你根本就没罪啊，知道不知道？你只有开始清楚的用神的话定义你没有罪，你才会活出来没有罪的生命。阿门。你说你有罪，那你天天就犯罪；你说你没罪，你开始就不犯罪。为什么没罪？不是我们做的，是耶稣做的。阿门吗？是耶稣给我们做成的啊！就看你信不信了。当你信的话，你就会活出这样的生命。好，接下来呢，说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听着，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义人。跟我说，我是义人。我是义人。哎，跟我说，我是义人。我是义人。义人每天最少要说个十几遍吧。你要是可以的话，你说个一百遍，从早说到晚，我是艺人，我是艺人，我是艺人，看你还会犯罪吧。你天天晚一天到晚说感谢耶稣，耶稣流血洗净了我的罪，耶稣担当了我的罪，耶稣赦免了我的罪，我是艺人。阿门。跟我说我是艺人。我是艺人。一边走路一边说我是艺人。我是艺人。一边洗衣服一边说感谢耶稣，我是艺人。为什么不说？你干嘛要老是说我是罪人呢、啊？你说罪人，你罪人，魔鬼一听，你说你是罪人呢、啊？那魔鬼就来了，罪就来了，疾病就来了。魔鬼说：“罪人啊，罪人是属于我的，罪是属魔鬼的，罪是魔鬼来的。”你说你是罪人的时候，就是给魔鬼开脸。当你说你是义人的时候，魔鬼一听，哎呦，他说他是义人，他是怎样？跑呢？阿们，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血洗净我们的罪，你今天被圣灵重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你就是义人。阿们吗？你这里面的生命是义人，
你为什么还忧虑还担心惧怕？就是因为你不说你是艺人嘛。你要是一天到晚说我是艺人，我是艺人，告诉我是艺人，我是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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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你说的越多，你里面就越开心的，阿门。为什么？因为艺人的棚里欢呼声永不息，艺人的路越走越光明，阿门。艺人比法老万古宗树之，是不是？艺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说你是艺人，你全方面开始了功夫。跟我说，我是艺人。我是艺人。哎，你不像不敢说嘛，你放开大胆的说。阿门。不管人怎么说，魔鬼怎么说，宗教怎么说，你也就听耶稣怎么说就行了。他说的解决你不了你的问题，还反而让你问题越来越严重，没问题还变得有问题，是不是？只有耶稣给你的定义，他流血洗净你的罪，他担当你的罪，他赦免你的罪，他说你在罪上死了，他说死了，是不是？使你们既然在罪上死，我说死了，彻底没关系了，我的老旧人已经死了，罪已经死了，相信不相信？相信。今天我在义上活，阿门。我是义人，天天敢说我是义人。你天天说你是义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越来越活出耶稣的公义。接着呢，好事就发生了吗？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的医治。什么样的人容易健康？认识自己是义人的人容易健康。阿门。你还说你是罪人，你还想得医治？等着吧，排队都领不上你，是不是？好不容易得个医治，一会儿又翻过来了，病又来了。但是当你认识了你是义人的时候，接下来才是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谁得了医治？义人得医治。哎，太棒了！义人得了医治。阿门。当你一说你是义人的时候，圣灵就说恩高高过你。那么圣灵是干啥的？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你说你是罪人，你说你有罪，你有罪，圣灵一点不能运行，谁运行？邪灵就运行，魔鬼就来了，疾病就攻心，看了没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阿门。所以，如果你开始今天开始，天天说你是义人，我是义人，我是健康的。耶稣流血洗净了我的罪，我是义人。耶稣受鞭伤，我得了医治，我是健康的。这是耶稣给你的定义。阿门。跟我说，耶稣给我的定义。耶稣给我的定义。看到没有？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定义。阿门。这是来自神国的定义。解决一切问题的定义。谁说你是义人？你就是义人。谁说你是健康的？你就是健康的。相信就得着，行动就彰显。一边走一边说我是义人，一边走一边说我是健康的。圣灵就充满你，圣灵就高过你，大灵就充满你，就高过你，就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壮，足强长寿，年轻的如鹰展翅上腾，年老的如鹰返老还童。说的就是你，好不好？来，一起起立。
感谢主耶稣。来，跟我一起说，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赐下了独生子耶稣，赐下了独生子耶稣，解决了我一切的问题，解决了我一切的问题，解决了罪，解决了罪，使我成为义，使我成为义，解决了疾病，解决了疾病，使我成为健康，使我成为健康。今天我完全相信，今天我完全相信，耶稣已经定义我。舍命流血，舍命流血，为我成就的，为我成就的，今天，今天定义了我，定义了我，我是公义的，我是公义的，我是义人，我是义人，耶稣的血，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洗净了我一切的罪，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罪与我没关系，罪与我没关系，忧虑与我没关系，忧虑与我没关系，一切属于罪的都与我没关系。瞬间充满，瞬间充满。